特别喜欢一些有反差的东西，就是把现代跟一些经典的元素放在一起，因为这种碰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宝格丽是非常奢华高级，然后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然后做工也非常精细的一个品牌。除了它的这种特别经典的感觉之外，对这个首饰各方面要求都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同时呢，它的款式其实也是非常的现代很时尚的。今天呢，我会在这个城堡里面当然是佩戴上我们宝格丽各种各样好看的首饰呀、手表呀，然后跟这个公寓里面的人有着一段段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相遇。除了会看到不一样的吴亦凡之外，还能看到焕然一新不一样的宝格丽。